我是故事主播鲁智深，平时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我的故事。天地分阴阳，阳在上，阴在下，阴阳一乱，人间便会出邪祟之事。接下来分享几则我的故事，至于真假，大家自己去分辨吧。你侄子都不认识你，儿子，不认识你吗？哥，好热啊，咱们去洗澡吧。洗什么澡？这不刚回来吗？没吃饭呢。哎，不吃不吃，咱去洗澡。哎，活你今年贵庚啊？属鸡。属鸡本命年。那你兄弟一定是属兔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兄弟二人呢，同逢太岁冲克之年，运势极低呀。他这一死，便替你家挡了灾劫，背了因果呀。那倒是。如果我弟弟不死，他若不死，他若不死，你便必死。爸爸，他身上好香。我怎么没闻着？嗯，你能闻见我身上的香味吗？这孩子有灵性，他日啊，也必是我门内中人。既如此，我今日将我的随身玉佩送给你。来，戴上吧。这件东西会保你平安，外邪便不会入侵了。来，谢谢大师。谢谢大师。好，这张符啊，送给你吧。这个是黄纸朱砂，请神画制的，必会救你一命。你将这件东西放在你的枕头底下。
收好吧，按我说的做。谢谢大师。嗯，大师请。好。儿子，干嘛呢？爸爸，你闻没闻到什么味儿啊？什么味儿？我也不知道，又酸又臭的。行了，别胡说了，走，回家吃饭。看什么看？吃饭。有客人来了。别乱说话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睡觉。天有才，天有才。大枕头底下有东西，是不是抓错人了？不能保，太年轻了，陪两个人出去查查。喝错了，吃错了，是邻居。爸爸，他们已经走了。Thank you.
他们对你又是摸又是吹的，我瞪他们，他们就伸出长舌头吓唬我，然后两人出去了，然后又回来了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你为什么说我睁眼就会死？说，怎么了？这家老爷子没了吗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听说是晚上晒的，一声不吭扔走。今天起才发现的。这老爷子多大岁数了？多大岁数不知道，应该今年应该是他本命年。我看他家还系着红腰带呢。哎，今年你也不本命年吗？那这老爷子叫什么名字？哎，叫钱有才。哎，不跟你小名一样吗？他若不死，你便必死。是不是撞错人了？黄雪朱砂，星辰发布，必会救你一命。这错了，是邻居。
这什么破安全会议啊，饭都吃不饱了，安全管个屁用！你给我闭嘴！帽子戴的低了是吧？我是咱们村的公安员，人别的村都去，我能不去吗？行，今天咱们会就开到这儿。等会儿啊，谁都别走，咱们大队今天杀了一只猪，晚上不醉不归，好不好？好。小罗，你怎么不走啊？我说领导，你说我不回去住，我住哪儿啊？嗨，你就喝好你的酒就行，剩下的事儿我给你安排。那成吧，行。王队回家。哎，哎呀，你看你这儿穿的，我得回家。事儿啊，你们继续喝。老张，帮我看着点，让他好好睡一觉。哎，好嘞。小罗，我走了。
怎么了？我好像遇到什么东西了。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快睡觉吧。今天神神叨叨的呢。哎，没脱完呢。省钱。Oh, yeah.
走。医生，咋样啊？哎，姐，看出啥了吗？你男人这是遇见鬼了。他怎么会遇见鬼呢？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把红绳系脚上，那是他生前的遗物。俩人这是定了冥亲呢，那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？娶了呗，就当娶了个小老婆了。她是女鬼呀，这个咋娶啊？不娶，不娶，七七四十九天之后，你男人就得死。要是娶了呢？要是娶了，以后你们家吃喝就不用愁了。哎哎哎，干啥呢？俺是隔壁村六大队保安队员老总家的媳妇儿。啊，你啥事儿呀？哦，俺男人前一天晚上不是在这睡了一晚上吗？嗯。他回到家后啊，有点不太好。不太好。他干的。啊？难道真有啊？不瞒你说，头几年。却是一股姑娘死在这儿了，从那以后一到晚上这儿就不太平。是吗？对了对了，这个你哪儿弄来的？这是他的。死的时候，身上就缠着这个东西。跪！
成。先生你好，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。稍等一下，签下字先生，谢谢。您好，这是您的房卡304。好，谢谢。限你15分钟内赶到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好嘞，老婆，收到。大哥，去哪儿啊？坐不坐车呀？大哥，去哪儿？坐不坐车呀？小伙子，我看你眼头发黑，今晚必有凶。凌晨2点之后千万不要出门，还能躲过此劫。有病啊！不坐车就不坐车呗，咒我干嘛呀？开车吧。对呀。高铁站去不去？不去了，太晚了。给你加100，去吧。上来吧。
先回来了，我去宾馆接你了呢。等你接我呀，天都亮了。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吗？今天呢，我接了一个大活，才凑够的钱给你买了个生日礼物。噔噔噔噔，看一看，打开看一看，喜欢吗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喜欢就好。你有病啊！你才有病呢！你知道这个礼物多贵吗？我跑了多少的活才凑够的钱给你买的，你怎么能把它说摔就摔了呢？你竟然敢凶我！我没有。先是让我下班等了你一个小时，你知道现在外边天有多冷吗？我只不过抱怨了一句，你就凶我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年老色衰了，配不上你了？你是不是喜欢上别的女孩了？你说话呀！行了行了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你以前从来不凶我的，你现在是不是看着我就烦呀？你要烦你就直说，我不会在这碍你的眼。行了行了，别捧了，别闹了好吗？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咱们快点点蜡烛，把蛋糕吃了行吗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生日好吗？自己吃吧。知道着急了，哼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还真以为我好欺负呢，哼，自己找去吧。你真行啊，这么久都不联系我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你说话呀，哑巴了？Thank you.
们想干嘛？大晚上的能待着吗？别过来！我们都曾经寂寞，我知道你死了。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，我就想再见你最后一面。只是这样的日子，同样的方式，还要多久？我们改变了态度，而接纳了地方。我们委屈了自己，成全谁的梦想？徐高泰，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。你出来呀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你出来呀，你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？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老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保护你了，去找一个对你更好的人吧。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
这几天是怎么了？你天天做噩梦，又梦见什么了？还是那个梦，一模一样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会是什么胸罩吧？喂，行，马上走。哎，哎呀，我还是找看事儿给你看看吧。行了，你别管了，起来做口饭吧，有活了。净打湿一个。哟，不好意思，来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来，快坐，快坐。我套活儿，我。不好意思。今儿不管你说什么，该罚的酒一杯都不能少。行，我这几天正难受呢。行，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兄弟，难受是因为没睡好觉吧？这是咱们这儿有名的玄学大师冯先生，算起卦来那叫一个准呢。你还不赶紧让人算算？来，赶紧喝一个来。无功不受禄，我先给你算一卦吧。恐怕是因为一个梦吧。这梦可不是什么好梦，再过几日怕要应验了。那您看能不能？您看我这兄弟，他怎么办呢？好说，灾祸在东方，只要半月之内避着东方，自会化解。那就好，还不赶紧敬大师一个？来，冯哥，先干为敬。
边。老王给你介绍那活儿不在东边吗？你还去不去了？去啊，为什么不去啊？去那儿一趟顶别的地方三四趟呢，你不去啊？那大师，哎，你可算了吧，哪儿就大师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点骗人的把戏。我，你姓啊？可你那个梦。估计是我那几天太累了，没啥事儿。要不你还是给人打电话问问吧。哎，老哥。哎，那个，这样，今天有趟活儿，啊，往东边去的嘛，就是，啊，挺想去的。当然不能去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那地方就在东边。算了算了，你要真想去就去吧。事儿真要应验啊。你就用那小女孩的衣服在车底压一下，或许还有救。老哥，我这兄弟咋样了？难说呀。
别数了，这钱呢是给你大哥的，他岁数不小了，该成个家了。那我呢？别着急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妈，那我的嫁妆呢？你跟着添什么乱呢？老张家的彩礼钱要回来了吗？那钱啊，给你二哥娶媳妇用。轮到我什么时候呀？什么呀，争，以后都有你们的。一群不争气的东西，还有你。今天这怎么了？这都快中午了，赶紧弄完，赶紧回家呀。一会儿你俩都给我机灵着点儿，看我躺地下了赶紧去抓我去扶我啊，你记着抓住那人，别让他跑了，知道吗？妈，你可小心点，别真被撞上了。没事儿，你妈命大着呢。新车塌了，上。哎呦喂！哎呦！
怎么开车的？你没看见人是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先扶我起来吧。来，您先起。哎呦喂，我这腿折了。能没事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给爸妈算个分，说不让你开车不让你开车，你非得开，有这么你就开，这下好了吧？我也没想到会又出事了。你们两个是无证驾驶啊？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，我这事儿可大了，无证驾驶还撞人了，走，公安局。不是，大哥，兄弟兄弟，咱有话好好说啊。我们赔你钱还不行吗？老二，你净出馊主意，上什么公安局呀？人家俩孩子容易吗？人家啊，别把事儿弄大了啊！行，我妈既然这么说了，我也不讹你。今天，你看这住院费、误工费，然后还有这个护理费，跟你要50000不多吧？啊，大哥。我们没这么多钱啊。是啊，没钱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走，公安局走。他有钱，他有钱，你们看他车里一大摞的钱。装什么装？给不给？不给直接叫公安局。他们家真行，就这么把钱放在垃圾袋里，要不是我眼尖，都让他骗了。老三，这次啊，多亏了你机灵。老二，你那手里拿的一把什么死人钱的那是？啊？妈，说什么呢？什么死人钱？我这可是真钱。说是去上坟，不会是？别胡说！你们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？什么快的啊？这么快就给掉包了？喂，老王，哎，是我，给我查个车，啊，是白色的长安，尾号多少 ？H38。啊 ，H38。什么？车在你那里？车的是你吗？你是。那是什么时候撞的？老司机。你确定是早晨吗？是。是，都做一个好人吧。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，我们都因为折磨
生活，只是这样的日子，同样的方式，还要多久？我们改变了态度，而接纳了地方，我们委屈了自己，成全谁的梦想？只是这样的日子，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。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。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